拼草坑精彩。也还没有到 Dear Ike。Can you not? Good morning. Hello.现在是早上的8:30，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去 Oakland。其实今天早上本来是他要去上班的，他9:00有一个 meeting， 但是刚刚看的时候又被 cancel 掉了，所以我们俩现在突然早上又 free 了，其实也没有 free 啦，你还是要，我还是需要工作。Sorry， 他还是需要工作，但是我们至少不用那么赶了。还有什么你想跟大家讲吗？今天要去攀岩。攀岩？我此生好像还没有攀岩过，所以。今天会是一个非常全新的体验，好吗？我们现在在 Oakland 的那个 Blue Bottle， 然后很快吃个早餐，他就要去上班了，然后我也要开始上班，而且我今天带了2台电脑。像昨天那家拉的比较好。我们今天本来早上要先去攀岩，然后呢他再去上班，但是因为我昨天5:00才睡觉。那我今天早上没有起来，我们就直接把攀岩延到可能下午吧。我们下午去攀岩。Got some work done. Need to reply to some emails still, and then set up some meetings for tomorrow. But should be good.我刚刚也剪了一些影片，然后也回了一些 email， 然后也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重点是，你知道我刚在那边，我想说有些信先回一回，然后结果就有一个客户还回我，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香港的大概1:30左右了吧？啊！我想说哇，大家都好努力哦。努力这个词是我跟易言学的吗？因为我们一般不会说好努力哦。Really？ 没人说努力哦。It's just cute。为什么不说努力？努力用功哦，对，用功，你很爱用用功这个词，用功，大家一起用功，耶、yeah! ！好，恰，可以点一个青草空心菜，这个山东特味水饺，什么肉丝汤面，来一个榨菜肉丝汤面，OK， 先这样子，拍照，榨菜肉丝汤面，榨菜肉丝汤面。我们现在要来攀岩，我先 sign 个 waiver。攀岩第一个东西要 stretch。Are you stretching already? Yeah. But you're really flexible. 掉下来的话，有时候会把脖子抬。他们好像很厉害的。My friends don't care about everything as long as you got a story to bring.准备前往 Berkeley。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吧，就是走一走，逛逛我们的母校，然后我想要去买一些就是学校的衣服回去。我想买 sweatshirt 跟 T-shirt。Okay. Ian was like, so many students. So many students.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老哦，怎么办？金牛座的朋友当然一来就马上要看 clearance。Clearance 不错。哦，好像不错，我看。你猜这个多贵 ？This one. Final guess. Yeah, $50. $68.30 Cash or card? So all the stuff that's the Full Rush brand, which means like the big Full Rush things over there, we. 这个树很特别，因为他们把先是要种一会儿，然后那个 root 出来，然后是要把它拔出来，然后是要把它颠倒过来，然后再重新种。对，看上面会这样子，像 root 嘛，因为它被颠倒过。谢谢你的介绍。好，看颠倒。你觉得你现在最想念 Berkeley 什么？Studying. What? 我们去我的 building study 吧。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有一点点怀念念书的时候，虽然说真的很痛苦。这是我的家，我们以前就住这里。Hello. 哦、oh, ，有人。Oh, that's my graduate student.What? When I was undergrad, he was my graduate student. This is 台积电的实验室吗？台积电 sponsored 的实验室。30到120。Good morning, everybody. 好，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那午餐的名字叫什么 ？La Cochina Marketplace, a food hall for women of color who are starting new businesses. 那我想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昨天攀岩完之后，我现在手真的是酸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Nice. 真的是酸到，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抽筋了。我刚刚讲说，我抽筋了。攀岩比我想象中好玩啊。Yeah! 还比我想象中还要有成就感、yeah. 虽然它还不是我就是最爱的运动第二爱的运动也还没有到第二爱可能第三爱第十五吧之类的我现在整个从肩膀到手背其实最酸的呢是这里好紧绷你们虽然看不出来但它真的很紧绷一分钟结束，而且两个一起一分钟。对。Good morning, everyone. 现在是星期五的早上8:30。现在台湾时间是几点呢？我看一下，台湾已经12:30了。
Ian 今天比较早起床，因为他就有些工作进度要赶，我就跟他说，拜托你今天也把我挖起来，因为我要起来剪影片。原始的 plan 应该是我们早上的时候去 grocery shopping， 然后买那个松饼粉回来，然后我们自己弄松饼吃。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其实也不是天算了，总是会有阻碍我们吃松饼的事情发生，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傍晚他们去打 volleyball， 然后晚上我们一起去吃了就是港式的茶餐厅。好，现在就要继续打字幕了。现在大家好像都在 work from home， 所以我要小声一点，因为等一下我有一个 IG 的照片要拍，所以我刚出门去 Trader Joe's， 真是 my favorite store ever， 还顺便买了一个帆布袋，因为大家知道我爱帆布袋吧，不觉得很可爱吗？首先我买了一束花，想说等一下可以做一些装饰，还有这个松果，这样是不是一摆上去就很有那种节庆的感觉，就是 Christmas。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crackers， 因为我想说明天我们要很早出门去机场什么的，就可以带一点在身上，就是饿的时候可以吃 jelly beans。然后买了一个这个是应该是综合的巧克力饼干，还有 double chocolate peppermint peanut butter 跟 vanilla ginger。最后这个是我自己私心喜欢吃的，就是这个 butter waffle cookies， 赞，好吃。Are you okay?看加拿大，刚是韩文吗？看加拿大，你有去过这两家吗？在你家旁边？没有。你就要选哪一个？那个，这个 rose 的太 dark 了。大家请记住他长头发的样子，狮子。好了，食物碰到食物了啦。Restaurant called Sandong in Oakland. Oh, I've been there. I ate with Michael there. They have really good, they have like a really good eggplant dish there too. Oh, really? Yeah. Today, we'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very, very, very exciting,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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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很值得开箱不已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旁边这位先生今天终于要去剪头发了。来宾掌声鼓励。Woo!剪头发、啊、他说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如果没有把头发绑起来的话就会吃到头发，然后他觉得非常的困扰，很困扰。 Are you ready? Oh, let's go! 这边这家前面So am I supposed to comb my hair in a certain direction? You always use this way, right? All the way, back, turn. Uh-huh. Right? Oh, I see. Like that, or this way, okay, whatever you want. Chun Jin.
your new haircut? It's so different. Yeah? 我有剪过这样过。Oh, okay. 现在要准备出门去吃饭。今天是跟 Ian 的 roommate， 我们总共有四个人。对，然后因为今天早上天气其实还蛮热的，所以我就穿了一件衬衫跟我的牛仔裤，对，然后绑了一个马尾。然后现在Ian的房间非常的混乱，是因为有我的行李，还是我的行李，然后这个是就是我们明天他要去 business trip 的时候要带的东西，所以现在在packing 中，然后这边就是一堆的衣服，反正就是我来之后所有东西就变得很乱就对了。You look so happy. You look like a K-pop star. Yeah, I mean, that was a goal, though. I'm like not used to it.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